在一个场合就跟 George Clooney 夫妇碰到了，一开始以为只有他，说实话我确实粉了他很多年，然后呢，但是没想到见面的时候发现他老婆比他有魅力多了，我就几乎我就不想跟他说话了。然后 George Clooney 还在那儿说呢，因为他老婆是那个黎巴嫩人嘛，他会讲阿拉伯语，然后他老婆就说他，哎，这个人，他就说我们说他也会说阿拉伯语，说你跟他说两句。然后 George Clooney 就说，我就会三个词，说你为什么每次都像训练狗一样叫我表演给别人看。但是他老婆就是那种，哎呀，真是如沐春风，就是。我完全忘记了 George Clooney 的存在。哇，其实这个超过了这个异性的，为什么？你给我分享一下。他就是闪烁着无辜的大眼睛，然后人又高又瘦，人家也生两个孩子吧，就是特别特别瘦。然后呢，但是他而且看着你的那个眼神吧，就是特别纯净。